如顶干领回专会呀、啊，啊，列书云，公干些迟钝呢、啊，环境看板给的迟钝呢、啊，啊，玄火沉沦呢、啊，啊，本来是的会是一点嘛念，啊，玄火就是把火拿起来旋转，就是玄火，你看就变成一个水，一个车轮一样的形状，一个圆圈的形状，其实它并没有一个，它只是一把火而已啊。在每一个动点上它只是一把火，但是它转得快，就像一个轮子一样，就是错觉的意思，就是错觉的意思。第一安歇迟钝呢、啊、掩饰迟钝呢、啊、顿定其言啊，回旋九观呢、啊、谁料这个故啊，必会奔不转呢、啊、因回旋九观，因为看真久，你会也转的行动呐、啊，魂素观温呐、啊，啊，云石月印呐、啊，九行暗移呀、啊，也好多是魂飞如素啊，啊，魂的背就亲像咧赛叮当安尼啊，只见月有运相啊，刚才看到月亮啊，诶，这个运作啊，诶，叮当啊。月实在是无有咧运转啊，因为魂呢，哦，而且运数啊，所现离成运啊，敢那像咧叮当安尼啦，就像亲像钱啊，啊，只敢那看到啊，岸边一直移动，实在是岸是无咧叮当啊，因为啊，这个船形所现变作移动啊，伊像渐啊这个涨水啊。渐水啊，定眼月暗啊，浓中披露幻觉的诸相。水波回轮，魂数周行啊，拢是披露生灭的梦想心。以生灭的梦想心，要来了解这个幻觉啊，以幻觉心就亲像流转安尼。仙男子，诸旋彼现啊，旋就是生灭。这个种种的生灭不能停止，就是不放下。那今嘛的啥呢？种种的执着不能放下。彼物，彼物就是生灭啊！生灭先住，先执着在生灭里面啊！啊，生灭善不可得，何况转轮呢？本来就没有啊！生死也过心。精离清净成未，就是未成，不从来就没有清净过，没来观佛的幻觉而不悬覆呢？怎么会不轮转变成生灭呢？诸旋都是动物啊，啊，当着这个目睭啊，定眼啊，魂数啊，周行。微色就是正当定数行啊，彼物就是水火月寒，仙珠就是生，求其先行之珠根本就不可能。你就在叮当一边那珠啊，何况就是讲一切来讲清嘛，啊，通则迷倒，或者来合则颠倒的众生。意思就是讲，世间千金的代志，你得互你了解。那诸旋就是这生灭也无停啊，要来求彼物生停啊，哪有可能？根本就无可能啊，何况讲轮转呢？这就是显示无数劫梦色啊，出入生死起色作业，拢总是按照啊这个颠倒来啊，所以讲生死的故心都唔捌清净，未来看到佛的幻觉的清净的本性，理不变而不回旋转覆，就是而不变成生灭心是不可能的，而不回旋转覆，意思就是我们的本性，佛的本性本来是圆觉的自性啊，如果你用这个生灭心来观佛，佛的清净本性也变成生灭。不变成生灭也不可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段意思是讲，用生灭心要来看清净的本性，清净的本性也变作生灭心。所以啊，无我的清净的本性，要来了解清净的本性，清净的本性也变作无我的执着，
分别的物件。是故念定变成三合啊，是种种的处下，该是轮回之故。念定变成三合啊，这就是指头前的三难啊，是分别梦见啊，不是真实的体见啊，不是真实的体见。讲善男子，譬如幻意啊，啊，梦见空花。譬如讲幻化出来，目睭有毛病，你幻化出来，你希望来看到空中有花三星啊，幻意那滴啊，啊，幻意就是讲咱的目睭的，这个有毛病的目睭呢，该治疗好些，除就是说病，这个眼睛的毛病好了，治疗好了。不可以说言，你就袂使安尼讲，袂使安怎讲诶？讲出于医变啦，啊，这个病目睭已经好去啊，啊，何时搁再去一切注意啊？什么时阵会搁再去这个目睭疼诶？诶，这款情形呢？何以故啊？因为这个一花二花非相对待故，因为目睭疼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空中的花，空中的花就是因为目睭疼来，这两发啊。非相待故、啊、因为这两个都没有实体，把笔拿起来，因为意跟花二法皆无实体、啊、所以非相待故，意思就是本来就是空境的东西，不是说、哦、目睭疼跟花有一个 真正的眼睛痛，有一个真正的花，没有花就是眼睛痛，眼睛痛就是因为有空中的花产生，就是因为病眼跟花二法皆无实体，不实在。正常的眼睛本来就没有这一些啊，正常的目睭本来就无食。咱若用清净心以佛性来讲，本来就无这款山河大地啊，人生拢假物件。一面讲以清净眼观晴明空啊，哦，看到这个啊天气晴朗的这个虚空，这叫做无意呀、啊，啊无毛病啊。即马讲幻意者，将无理由啊，将无理由啊，所以叫做幻啊。比如绿色的梦想心，拢是以不色希望变现出来。伊既是幻，既然目睭毛病幻化出来，见到物件当然毋是真诶啊！啊，故名为梦啊！不能暗时啊，你做梦点？你本来就幻化出来物件，本来就无实在啊！啊，即等于讲啊，我暗时咧做梦，我梦见到哦，啥物街、啥物巷啊，我梦见啊，诶，本来就无即款所在啊！你讲我明仔载，我困醒的时候要来找迄个所在，根本就不可能，都本来就无迄款所在啊。因为你是做梦梦出来物件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这是比如梦醒分别之见啊，希望产生分别之见。空花者，梦见空花显现，这是比如分别所变的梦境啊。讲空。本无花，梦见空花的时阵，也本来就不生啊。本来你目睭就无，空中就无花啊。你目睭本来若无疼的时阵，就无这款物件。因为你目睭疼，你唔才会现这款物件出来。幻意就治啊，啊、哦，讲这个疫病啊，目睭的病若拄到良医良药，就会当治灭啊。就是比如讲，一听到佛法啦、啊，顿悟的虚空，分别心是空啊。七空一灭，不可说有，不可说言。讲注意一灭啦，什么时阵佫产生啊？这个注意啊，这是比颠倒分别的妄见一灭啦。颠倒分别妄见已经灭，何时佫起一切妄见啊？亲像你问佛，什么时阵佫产生烦恼呀？何以故？这就是问啊。解释讲，一化两化啦，非常大故啊，非常大故啊。讲目睭听的时阵。啊！一时空不生花，但因为已梦见啊，本来空中就无花啊啊，是因为目睭疼才产生这个梦见啊，不是花有实在有所生啊。
咱今仔日就是颠倒梦想，才是实在在有人生甲有地啊，啊，无实在是无的物件，就是无名所产生的物，的产物啊。一法两法啊，皆无实体啊，毋是对待安立之故啊。这众生未意识啊，梦见的生死啊，究竟众生啊，性住性灭啊，性住涅槃啊，所以讲本来的幸福啊。咱人的执着吼，如果无得到佛法，颠倒梦想到死，也无法度，也无法度啊！哎，也无法度。百二十七页，也如空花灭于空时，不可说言虚空何时。静气空花何以故？空本无花，非起灭故。或者咱简单解释一下，这亲像空中的花啊，消失伫个空的时阵，消失伫虚空，这个空就是圆觉啊。灭于空时，这个空就是圆觉。哎，也就是讲，这个空花，比如讲，这个无明消失在圆觉清净心当中，同款意思。啊，你袂使讲虚空什么时阵佫产生空花，因为伊本来就无何意故呢？空本无花呀，啊。咱的幻觉本来就无即款无明的物件啊，因为本性是无生灭的，起就是生啊，就是没有所谓的生灭故啊。讲也如空花啊，就譬如生死涅槃，虚空呢，就譬如幻觉清净心。咱若悟到这个空中的花消失伫个空的时阵，你袂使讲虚空什么时阵搁再起这个空花？为什么呢？空中本来就无花啊，那是因为咱目睭疼。意思是讲，本来就无人生有着这款物件，这是因为咱无明的业力所看出来的错觉啊。何以故？也就安尼问啊，讲空本无花者，啊，这是譬如讲，清净眼都无看到空中的花啊，亲像如来已了达，色空就是分别心，本来就是本性的幻觉心嘛，啊，如来已了色空啊，啊，就是说已经彻底的了悟。啊，这个分别心当体就没有啊，不见有法起灭，不见有法起灭，起就是增加，灭就是减少，啊，都不生不灭的意思，就是保持这个清净如如不动的心，安尼就完成了佛道。以及不见花，那么什么人？为灭的，本来就无的物件。你若目睭清清净净的，你讲哦，空中都无花，是啥物物件要灭？意思是讲，啊，你本来就无一款无明的物件，要按怎讲去灭掉无明呢？本来烦恼的空性的物件，我空污浊嘛发空啊，本来就无这款物件，是你是到底是啥物人在起在灭的？就譬如讲，如来伫个幻觉清净心当中，伫个真空的实相当中，不见有消法性，不见有消法性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在内心里面增加一点点的欢喜，也不在内心里面再减低一些些的这个清净，通通没有，本来就如此，本来就如此。啊，烦恼自性本空，本无一切烦恼可得。啊，
是不见有消化生啊，不见有消化灭，嘛无灭啦。咱若用这个记忆的思想来个讲，讲咱为细汉来到大汉，只是一个肉体，一天一天一直大。那么不过这是一个生灭法的增加减少。那讲咱细汉这个心到大汉这个心，哦，咱头壳较大，但是呢，思想增长，经验较有够，嘛个呢，这个本，这个真如的本性呢，是不增不减的物件，不增不减的物件。哎，下面讲生死涅槃啊，同于起灭啊，妙觉圆照，离化异。生死是凡夫啊，啊涅槃是圣人啊，哦。但是你若无放下涅槃，同款是无究竟啊，啊！所以生死甲涅槃拢总爱放下，也着无同款啊。接触一个涅槃，同款变作生灭法，讲同意起灭啊，啊，同意起灭，妙觉圆照啊，离化异。咱这个本性的不可思议的妙觉圆照，那么离开一切花意，花意不是对待，因有意而有花，意无花就空啊，非相待故，意花二法非相待故啊，讲未见生死呀，就亲像火气呀。亲像空中有灰啊，那就是讲，好像有真的这个人生跟宇宙的真实体啊，啊、哦，是花期就是好，真正有亲像人生啊呢。啊，那五的涅槃就是亲像灰安尼变啦，集就变无啊，卖集就变无啊。空中本来就无灰啊，起无起处啊，灭。何所灭呢？所以咱那保持这个空荡荡的空性，安尼运用伫一切世间宇宙，安尼一切法皆空。啊，如果讲咱若敢来用一个虚空来比论，放大胸量，放大胸量，用一个放大胸量，要来完成佛道，只是。这是一种很勉强的讲法。咱讲放大这个度量，放大这个度量，伊的根本意识的立足点还是一个我执，我执啊。因为大空而有大有，那也是一种方便的比喻，也是个方便的比喻。见性之人无所不空，不是讲我放大我的度量，哎，个包容，我在包容，我在包容，那是一种譬如法。大彻大悟的人，伊根本连空性的物件，连一个虚空的包容，什么物件都无。那一虚空粉碎，一所到之处都没有时空的架构。哪里有什么讲我在包容你呢？用虚空、用虚空来解释讲咱度量大，这不是一个开悟的人。大彻大悟的人不是安尼，譬如，因为他连点都没有，就是讲一连感觉讲我在包容你，他都没有这种念头，为的连点这个出发点，就像这个坐标轴。有 X 跟 Y， 它连 Zero 都没有，你画哪里啊？也就是破除一个我执，就无我嘛。啊，无我，你没有一个立足，一个定点，没有一个 Fix，Fix 没有一个固定点，没有一个固定点的存在，一切总体就空性的物件，一切语言拢总是多余的物件。啊，
妙明觉性啊，圆照法界，一灭无离，离生死个涅槃呐。离明妄见呐，唯有空性独存呐。啊，离开这个虚妄之见呐，啊，就是心彻觉啊，三心执着啊，只有空性独存呐。所以讲，离花意啊。128页，讲善男子，当地虚空不是占有，也不是占无啊。啊，伊讲意思就是，伊本来就伫迄个所在啊。不管你有承认无承认，虚空拢存在迄个所在啊。虚空就到甲不增不减，有离有甲无的观念啊，不是占有，干嘛不是占无啊？何况讲如来圆觉随顺呢？离为虚空平等本性啊！下面说你讲，唯有虚空离意化意啊！这个虚空来，比如就安尼讲啊，讲虚空唔是暂时有诶，啊，唔是因为伊离开化意啊，才有诶。也不是因为有花意啊，你占无，不是安尼。这里面的虚空，就是比如幻觉的清净的本性，拢总伫迄个所在，恒常不变呐、啊。这就是幸福的真体啊，幸福的真体啊。这接触就是一个譬如啊，啊。那么前二难自然而解，前面两个疑问，两种困难的疑问自然就解答了。空虚空非占有无啊，觉性何关未个我呢？讲处不因为离花意离占有啊，啊，咱本身也无讲离开花意的占有啊，啊，现有花意的时阵就有虚空啊。觉性就是做众生的时阵啊，咱那觉性啊，那做众生的时阵，我法理执啊，正次就是燃烧啊，执着的很厉害，分别执着的很厉害，就像火在烧一样啊，热闹啊，那像那的人啊，贪嗔痴啊，诶，三毒啊，亲像火在烧安尼啊，离佛性如果，离佛性如果。所以讲，众生本来的幸福啊，各有一切无明。啊，所以讲众生本来的幸福啊，啊，那么哪里讲啊，有什么一切无明存在？又不因有花意而占无啊，也不因为空中有花啊。啊，是这个目睭有毛病，离无啊！你目睭有毛病，虚空看到花，虚空嘛是还佫伫遐。现虚空本来就有啊，无因为花意所暗看嘛。意思是讲，咱的佛性本来就有，只是因为我法两执去砍掉的啊。所以啊，啊，那么不妨说，讲那么无明众生是本有啊。啊，佮再讲本来的幸福啊，哦，空乎如来圆觉随顺者，这就是就此曰在禅，就是在烦恼当中的缘解。在禅就是指众生位的时候，这个是指众在被烦恼所束缚众生位的，隐藏起来的那个缘解来讲的。啊，就是讲啊。就在禅的缘解，在禅，咱就是比说白起来，如来就心真如门生灭两门来讲，因为随顺的真如生灭两门之故，啊，离灵成立虚空，以及一切法，亲像虚空显不因为花啊幻花起灭，离为有无啊，何况幻觉啊。
真雄之力啊，立于虚空平等本性啊，哪会讲随着生死涅槃的生灭的啊？所以啊，下面128页佫解释一下，讲善男子，咱来了解虚空，唔是暂时有诶，也嘛唔是暂时无诶。何况讲咱的本性，这个如来的本性，愿觉来随顺，随顺啊，就是随顺这个真如门入去啊。那么，立为虚空，讲虚，何为虚空？等于虚空，就是就有这款啊的情形啊。何况讲咱平等的本性呢？129页。善男子，如消金矿，啊，消金矿，消这个金矿，就是讲，这个矿挖起来的时阵，有迄个定点啊，有垃圾啊，就消啊，就是把它放入去这个炉里面来炼啊，金非消油。啊，那么本来伊就有金仔的性啊，唔是讲经过啊，这个大熔炉炉甲炼才有金吗？就是讲，这个本来就有金，啊，你甲炼唔才炼有。你讲我甲三十八土落去炼，炼几波嘛是土，啊，炼几波嘛是土。金非小有啊，金啊，唔是经过啊，熔炉甲锻炼才有金啊，本来就有金性啊。既然已经炼成金，就是已经成佛了啊，不从为矿，就不再为众生了，就无变作众生的道理啊。矿就是比如众生啊。既已成金，既然已经成佛道，哪里讲会变个变作众生呢？就亲像深山内金啊，掘出来，甲锻炼做金，金哪里已经恢复本来，哪有可能变作啊变作矿安尼呢？已经锻炼过了，经过无穷的时阵，金性不坏啊，意思讲成佛永远不会变众生呐。经过无穷的时阵，金啊嘛是个金性啊，所以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啊，啊，如来愿觉也何如是？所以未使讲本来唔是安尼啊，啊，本来唔是不能这样讲，不应该说本来啊就是这样子，本来不是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。啊，金性本来就是存在的，啊，如来圆觉也是这样子，是吧？啊，如来愿觉本住其中，接触一个比如第三的这个难题，也嘛幻然冰释啊，啊嘛无疑得着，亲像消融啊，运金运金就是。藏着了，含藏着金的这个矿啊，就是运啊，灵性真金啊，金在矿中啊，消矿金现，非消才有啊，唔是锻炼才有。虽然照着炉啊，落去锻炼的功夫啊，的功力啊。金性嘛，都爱有本有啊！你讲诶，摕一杯土来炼看嘛，伊本来就无金，你是要安怎叫炼有金呢？既然已经消去这个矿渣啊，渣呢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不纯了哈，就是所剩下来的东西啊，啊，而成真金啊。再不从为矿而啊，都无个再变作矿啊，变作炼成金就是金啊，
啊，讲咱的幸福就是福啦，永远都袂阁变众生啊。讲经过无量劫的时阵啊，今生不坏，这就是说明在空即稳啊，伫个空中啊，今生稳起来啊。出空的时阵，念了今生就现出来啊。那么，纵然经过无穷的时劫，你今生哎也是不坏。所以未使讲非本来成就啊，啊，不能说不是本来就成就的，意思就是缘觉性本来就具足。如来往觉也好，如是啊，这起啊，借着比喻来合这个法，叫做法合啊。用如来净的结往觉的妙性也好，如是。最初修行要借着破戒观照的功夫啊，照破的无明，以显示咱的觉性。空就是比如无明，金就是比如咱的觉性啊。金若无境界，哦，功夫甲消界甲锻炼界，这个消啊是放入大熔炉里面呢、啊，冶炼叫做消。靠着这高温呢、啊，叫做消。金那无经过锻炼，那么啊，那么呼吸都显未出来。要么唔是经过消才有啊，啊，也不是经过融化才有金呢、啊，也本来矿中就有金。啊，意思是讲觉性那无照着修观照的功夫啊。啊，啊，才会影现，安尼才会影现啊。要若无断无明的时阵，虽然本来执着啊，啊，所以毋是修行的啊，只是修现的。不是因为修行而产生佛性，是因为修行而显现出佛性。所以讲啊，未断无明的时阵，本来也是执着有佛性，毋是因为修行才来产生有佛性啊。但是只是因为修行才显示出我们的佛性。如果咱若无佛性，你阁安怎修都修无啊？既然已经变成金，不动为空，意思讲已经证得极圆觉妙性，再不复重起无明，无阁再恢复这个无明。解答三个困难啊，所以一生本性佛道，一生就是一切众生啊，本性佛道啊，有起无明后来啊，三性无明，一切如来，什么时阵阁三性烦恼呢？啊，是第二，譬如现起之疑啊，130，讲贤男子，一切如来妙圆觉心啊，本无菩提，菩提。啊！一级涅槃，也无成佛，即不成佛啦。无妄轮回，即非轮回。把笔拿起来，无妄轮回，无所谓的生死轮回相，以及非轮回。非轮回就是涅槃相。无妄轮回即非轮回，就是无所谓的生死虚妄的轮回相。以及所谓的涅槃清净相，这句话就是安尼意思。搁再读一遍，啊，这个讲的实在是太好了。善男子、贤男子，一切如来都是咱的本性啊，已经脱离开佛性的这个如来啊，啊，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本性叫做如来啊，啊。妙觉的圆觉心中是什么情形呢？下面这句话都爱读好真清楚，安尼修行你就知影。那一个人跟你讲，伊做有修行，伊就是做无修行。为啥？因为咱的圆觉妙心本无菩提可修，也无所谓涅槃，也无所谓成佛，不灭就变佛嘛，也不成佛啦。啊，无所谓成佛甲不成佛啦。这种对立性的物件，
啊，也无所谓生死生灭的轮回相，啊，也无所谓清净非轮回的涅槃相。咱的本性就是安尼。讲一切如来，这是就啊出禅妙觉果体呀、啊，已经离开烦恼的那个啊，一个出禅就是已经离开摆脱了烦恼，摆脱了我法二执，叫做出禅。已经摆脱了摆脱啊，这个我法两执的妙觉的个体。其所做是理念啊，亲像起信论来讲，起信论讲理念上者顶虚空界，这句话嘛是真好啊。咱一个人若有法度离开一切执着，安尼伊的心的平等性就参像虚空啊咩？咱的理念，这念都是执着的啦。离开一切善恶，大小高下贫富对立的念头，凡是起心动念都是执着的念嘛，对不对？离念相者，甘丹共就是离执着者，甘丹共的是安尼，离执着者，他的胸量等虚空界，等就是跟虚空一样的大。简单讲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善加的刻意的把它划分呢、啊。凡夫可能无法度做到安尼，但是凡夫要赶快的调整我们的情绪。凡夫啊，随时要调整自己，进入以空相应的思想，要能够把这个有化作无的力量，安尼佛道就快完成了。千万不要让这些仇视心、不满的心，添在我们的这个心中。事情过后，前一秒钟过，这一秒钟就不执着。那咱人是还够习气的存在，但是呢，咱一旦调整啊，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啊，那边美满清净啊，终不容他。更加的圆满清净啊，啊，其中啊，啊，不容他，不容他就是不杂任何一个一切，一滴尘不染呢、啊，啊，说终不容他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呢、啊，这叫做妙。万教化改啊，万教化改，灵感不昧。灵觉不昧，所以称幻觉的真心，所以称作幻觉的真心。作诸对待，本无菩提跟涅槃，因为菩提跟涅槃拢属于对待的物件。讲转烦恼而成菩提啊，啊那转生死而证的涅槃啊。啊，体虽然即真啊，名因妄得啊。讲体是无形的体，虽然安尼讲是真的啊，但是安排一个名入去啊，伊又搁变虚妄的物件，是名因妄得。名字还是因为虚妄的对立衬托出来，而得到一个涅槃的假名，故皆无知。甘丹讲涅槃本无一切相可得，既然无一切相，哪有涅槃可名之呢？既然无一切相，哪有迄个涅槃？生死当下空性就是涅槃，所以生死涅槃叮当虚空，就是安尼道理呀。也无成分啊，即不成分；无妄轮回啊，即非轮回。啊。那么这持第四圆觉性中，第四的是啊，直指目标正确的指引，持第四 就是正确的来开示我们
啊，我们什么这个念地啊，啊，你们能你们能他，你们他过去他的吃的是缘觉性中，啊，他就是唔对哈。咱的原觉性中是啥物呢？本无所以生死，也无所以涅槃啊。我的生死本空，当下就是涅槃。幸福是涅槃，不生不灭啊，非轮回相啊。不幸福是生死有生有灭啊，妄轮回相啊。头前讲生死涅槃，同意区别啊，同意区别啊。妙觉观照，离异化异啊，故皆无自啊，拢总无。若有小见，即为幻觉；若有少见，是少见，就是说动到一点点的执着啊。你只要认为有法可得，就是少见。若以为有法可得，一点点的法可得，有涅槃可得，也是少见。哎，你只要落入观念，通通会迷惑了我们缘觉的本来面目。所以说，若要扫涂骹，就扫清去；也若要修行，这个念头就晃的很干净。修行要有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就是要有志气，爱有真大志气啊，肯放得下，不计较，过去放下，现在，然后空性，未来不可得，不可知，安尼，那你的过去慢慢去想伊啊。啊，现在是生灭当下，即马就是咧生灭啦，无一法可得啊。一分一秒都在变化，既然一分一秒在变化，达到咱的执着啊！你今日所谓执着，变成明仔载后悔，安尼，咱今日的执着，嘛是变成痛苦啊！啊，我定来讲讲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嘛会当解决啦。哪里讲小可爱纷争袂当解决呢？安尼是毋是痛苦着咱家己？所以《楞严经》伫咧讲：依法若有见，处则未为见呐。若无有见者，汝是乃见佛呐。其实经典的达句嘛咧，直指这个人心明心见性，达句嘛叫你见本性的物件。你只是干那讲踮咧遐团团转，安尼转袂出来尔。踮咧公园边奇怪，目标就伫遮，安尼较细都找无目标。啊，车都无啊，目睭点点坐喺遐，竟然就是伫头前。踏破铁鞋无处觅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讲啊，易呀、啊，太容易呀、啊。哎，不见性的人讲难，太困难了、啊。踏破天下无处觅呀、啊，是吧？哎，踏破铁鞋无处觅，大彻大悟人讲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连功夫都不要用到。这样，这但习以妄念呢、啊，别无圣解、啊。只要习妄想就是了。哎，较早有一个高僧大德啊，拢修即句讲，感也阁有，这感也阁有即句。还有吗？啊，即句就是个高深修甲开悟的功夫啊！一定问讲，敢还阁有安尼？你是啥？这是取自于一个丛林内面哦，伊教一寡道的真高怪啊，真高怪啊，真高怪，就是拢唔听伊师的话，拢甲妄激就对了。安师吼，誓愿要明心见性啊！安这徒弟若做到，予伊安尼专工要予因师生气哦，因师拢问讲，敢还阁有？意思讲，敢还阁有较予我会生气的无？安尼听，
敢还阁有迄款，予我会生气的无？安尼吼，所以定问徒弟讲，敢还阁有？啊，因徒弟听无吼。吼，即款功夫无简单，你敢知吼？意思讲，你若会予我生气的功夫，尽量变出来，安就对啦。敢还阁有？安尼啦。欸，人因为即句吼，啊，有另外一个叫做修仙呢。啊，随他去，啊，修修，拢是为了随他去的，就对啦。随他去，然后徒弟就讲啥，因师父随他去，啊，去，随他去，上学去，啊，伊就修随他去的，对，去现在拢无要紧的，对啦。所以人来要开悟，专修一法，啊，就开悟，咱就袂当专修十法的，啊，咱就袂当专修七法的，嗯。所以依法若有见呢，对着一切法的，你只要当的念念到，所以见是指分别心呢，你只要动到分别跟执着心，此则谓为见，那还不算见到我们的佛性。啊，你要到什么功夫？你爱搞什么功夫？才真正见得分呢？若无有见，扫除一切，连动念。宽恕说我在忍辱都不可以，你本来就没这个问题。佛说忍辱即非忍辱是名忍辱，连忍辱这个观念都不可以。你说我今天我忍耐，我明天忍耐，后天又忍耐，好像一直气一直气，气到后面你会爆炸。我听人家说修行不可以用忍耐，连忍耐的功夫都不可以，连忍耐的念头都不可以。不不的东西你是忍忍什么？因为你就吃不掉，你就起笑的爆炸，不可以用气的。人家对不起人，你如果功夫比较差，你就想说，欸，我上次怎样欠你的，啊，爱让他让你这样推，啊，我上次怎样欠你的，爱让你这样骂，对吧？爱让你这样忤逆，你功夫比较差的啊，对吧？功夫比较好的就用压缩，人家打左边，你就连右边给他打。对不对？啊，像亚索安呢，这是算属于中等的修行啊，啊，中等的修行啊，对不？啊，如果说大修行人打下去，笑笑啊，对不？那是高修行人，哦，高修行人打下去啊，像佛陀安呢，哪位害脚趾头，去有这个石头拱的老会，佛。当中连动一个念头说我恨你提婆他都没有，通通没有。哦，你想讲佛是何等的功夫，安尼有法度练到讲，安尼身体安尼节节肢节金刚经讲的安尼，规身躯人牙刀安尼来刮，通通没有动到一个嗔恨心的念头。嗯。这是何等的功夫啊！何以故？菩萨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啊，那无法度，没有。我先举手，我无法度。我一只棒仔给他顶，我就知影要给他推落。啪！哎，嘛是会手，嘛是会气啊。哎，无法度。讲咱要安尼做到佛祖安尼，讲真正足困难的。所以在这主要是爱念佛啦，讲来讲去嘛是爱念佛啦。一三一，善男子，但诸声闻所缘境界，心生其缘，该悉断灭，终不能自彼之清净所现涅槃。何况能以有数一心，切度如来圆觉境界。讲善男子，但诸声闻，就是讲我们来举这个声闻的例子，就拿那一些声闻来说。就是弹珠声闻所缘境界，就提下声闻来讲吧。啊，依声闻所圆满处境的境界，是偏见的空的境界。所缘境界，声闻一修到我空而已啊。啊，就讲声闻一定是上界高的，所缘就是声闻以所定的最高圆满处境的境界。是偏空涅槃，所以心生依缘，该悉断灭啊！离开这六道轮回嘛，
将不能自比之所清净啊，毕竟也是无法度到个一所清净的物件，因为伊的清净也还不到究竟嘛。啊，只是一所现出来涅槃，伊感觉圆满安尼尔。搁再解释一遍，终不能到个一所清净所现的涅槃，就是伊即句意思是讲，伊所现的涅槃啊，伊虽然有清净得到迄个涅槃。但是毕竟啊，无法度到个佛祖啊，到个究竟的诶，这个圆觉心、圆觉的境界，所以终不能自比之清净所现的涅槃，还不能达到啊，他自己所清净的，因为他只有证到人空嘛，啊，还不圆满呢。一说我的，要不完完的掉。啊，以自己证境，自己证的境界，啊，还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。何况另一有思维心，思维心就是凡夫心嘛。啊，何况你用这个凡夫之心，切度如来幻觉的境界，难免哪有法度用凡夫之心来切如来幻觉的境界？此时圆觉妙性，非心思可及呀。头前听到迷出轮回，迷的而变，变就是说，而想要清楚的去了解缘结，那么，迄个圆觉性也变作流转，也变作心别心啊。啊，讲你要会出轮回，你是用心灭心吗？你用心灭心，特别来了解佛的圆觉性。那么，你佛的圆觉性嘛，让你变作生灭的物件。这是比这个生门的人，生门的人已经断见思惑啊，已经断见思惑啊，已经出这个轮回啊。想必能变一万杠啊，那么不至于流转，不会变成生灭啊。所以讲，何先男子的各之外啦，讲但诸行门所完的境界啊，讲诸行门是指一切修行的人，听到佛的四谛法，苦集灭道这个心教啊。所圆满处境的是偏见涅槃呐，心性语言那么该识断灭，因为惊度众生啊，唔敢个流祸来认生啊，因为唔敢，所以心无念是断六识分别之心嘛、啊。七识依服不行，注意七识以服，只服我执，不服法执。七识有两种，我执跟法执，维系的法执他没有办法。所以阿罗汉还有我见，还有法执之见，还有法执之见。所以比正的阿罗汉个意见原来袂合，意见原来袂合，因为伊敢若断着五执尔，伊也无断着法执啊。何况讲咱这无是非，哪有可能个代志？哪有讲这讲堂个袂有是非呢？可能，事就讲。乃当讲啊，减少是非安就真好啊！迄是师父逐天安尼咧讲，不听是非，不说是非，不传是非呢？那师父唔讲唔教化徒弟，伊都营营，无伊唔知要从啥？烦恼众生伊牢骚甲抱怨，伊规工那营营坐在无代志，伊坐咧三不五时拜一个佛咧，然后朋友来，伊烦恼伊讲互听，讲互听，伊讲落就真委屈啦，真委屈，伊一定爱伤害着别人啊！共如天，全世界拢对不起伊啊！所有出家人拢无路用啊，排斥别人啊，无伊要讲啥？你冷静看麦，你无感觉你的亲戚朋友在做注意？你无你冷静看麦，你无感觉你的亲戚朋友来坐伫恁家坐两三点钟，你唔相信？你专工一工去甲伊坐点咩？你听伊讲三点钟，看到一句话是无聊。都是无聊的，规工的，人个查某囝啥大多咯？伊查某是安怎咯？因翁是安怎咯？因个遐钱是安怎咯？啊，这个出去咱是安怎无收？
讲起来全人性，全世界伊上有修，佮上修养，伊就上委屈。来来来，一个来咧讲啊，来咧讲讲，哎，你出家人，安怎拄安怎，安怎拄安怎，哎，讲真久啊，我讲啊，你讲啥话？伊讲讲啥？讲啥？我阮出家人做了无好，你来剃头啊，做模样互阮看。呼，惊一个讲要走啊，连头都唔敢剃，你是要甲人讲啥个啦？连你第一个连这个勇气都没有，你诽谤什么三宝？你讲啊，阮做了无好，来，你唔得来做，互阮看，吼、哦。你安怎甲阮教讲安怎乞丐？一日讲，互你讲到到底，倒一日无乞丐，倒一日无乞丐。来，你讲安怎乞丐？你讲互阮听看卖。所以有时啊讲，啊，咱人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哎，咱人就是安尼，狂妄自大，夜郎自大。哎，把人的艰苦比伊十倍痛苦。啊！伊个艰苦才一分尔，讲了也着真委屈啦，真委屈啦。啊！别人对大恩大德，伊拢袂讲激起人对咱的恩是安怎会当？伊个人是讲啊，你这一点点对不起我，安尼安着袂得啦。所以人咧讲，你唔通得罪一个小人，就是安尼。你宁可得罪一千个君子，一千个君子伊袂报复啊！啊，你得罪一个小人，你就麻烦大啦。代志咧大，那么阿罗汉呢，功夫袂歹，但是呢，也无究竟啊，七识依惑啊，不行啊。哎，现前的心性语言，该识断敌灭尽啊，该识断敌灭尽啊。啊，成空，什么叫做成空？落入偏空叫做成空，自即自就是不通，不通啊。自己就是说不前进了，不再继续前进了，成功点落去啊，点落去这个我空的状态里面呢，自己是不通啊，是浸湿乌腾啊，啊浸在这个寂灭的里面，灰身泯智啊啊，灰身就是把这个身体除掉。敏智也没有所谓的心的问题，心智的问题，没有这个色身，当然就没有这个智慧，这是极小，只是极小身的啊，这个涅槃，无依涅槃啊。那阿罗汉一个存在这个色身，叫做有余涅槃啊，灰身敏智叫做无余涅槃，有余涅槃爱给一个叫做有余依涅槃。无依涅槃叫做无余依涅槃，依就是依靠的依，有余依就是伊虽然证得阿罗汉果，断这个五执，但是也够有这个色心，叫做有余依，剩下的余啊，啊余额的余啊，剩下的余，剩偌济啊，有余依依靠的依，还有所依靠这个身心，叫做啊，就是讲，比如说夏利佛在世，目犍连在世。因虽然证得阿罗汉果来过来供，但是他还有这个果报身还没有报尽，就是有余依涅槃。如果呢灰身泯智，除掉这个身心，灰身身就是色身呢、啊，智就是所谓的心呢、啊，除掉这个身心，那么就所谓的无余依涅槃，进入无余涅槃。但所证得涅槃呢、啊？乃是第八识全体无明啊，临终涅槃哈。为什么叫做全体涅槃？因为还有法执，维系的法执还没有显，还没有除掉，所以啊，第八意识的维系啊，阿罗汉也还没有办法。啊，以修行的人啊，无明能力啊，也唔捌听过啊，还佫不低啊。但保守的偏见啊，保守偏见啊。不前保所，保所就是菩提道，菩提最究竟的菩提道就是佛啊。但保所偏真，偏真这个真就是空性，
偏真就是只断我执啊，不断法执啊。偏真又名偏空，偏空涅槃。保所就是不前进啊，叫做保所，不前进，不继续断惑，但保所偏真，只是固执自己的啊，断了这个烦恼啊、哦，享受那份清净，不前保所，亦无要继续度众生，艰苦啊，艰苦。我今日呐，出世伫个修行的课程外呐。